哎，这根才大，这根茄子一根都可以烧一碗。今天我们就拿它来做一个家常烧茄子。你以为我不晓得这个茄子老啊？我晓得，但自己屋头栽的茄子，再老都要含泪巴吃哦。有好了，肯定没得我老。茄子下锅，干炒哈。 再来几个黄豆儿，这个是真正的农家菜哈。茄子黄豆儿变香以后哈，家常豆瓣儿准备起。像这么多茄子的话，三分之一就够了。看颜色好好，下起煸炒，香米子来滴点儿。 米子来滴点儿，加水，水不要加多，烘它一下，锅盖盖起焖个5分钟，时间到了，基本上泡了。 这个是秘密武器哈，吃过的哈，在评论区留个言。对了，性感的葱花儿再来一把，最后勾个薄芡，起锅。 太巴适了哈！这个菜我涮起来，你在馆子头给别块粉儿你就吃不到。这个菜是要夹到黄豆跟茄子一起吃，一定要吹一下，要不然烫人。嗯。 满口都是夏天的味道，巴适的板。